今天是立春，也是农民节，为了响应农业初二世界十天日，特别是客家文化基金会今天早上才为返京之光捐下来维护，特别是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度的水调古神神态尊教。基金会的人员同时要投延期规划的客家西部转期，同返京之光来收集台风草、怪石、假蜜蜂、韩国蜜草，也是从接接投客家中看到韩国拥堵的植物。唔惊蜜蜂是伊的天使，一条接送伫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服务的抢修年子工，带动新落叶子工做阵总批。甲人讲要注意安度物件过后，就去到生态准角度，期间对生态唔好的插草绑贴，要水调的古神素材盘过空间。体验很多活动，像是采这些插枝的幼苗，以前被大哥大姐这样带上来，现在换我要当这个职位去带这些小朋友，去让他们认识客家公园，认识其他环境那些那个好的东西。在客家中接送昆豆威、台风草、假蜜蜂、蜜草、客家怪石，也在特别是客家文化主题公园美昆内度。公园职工带动抢收年职工，许多农村收亚西种植物过后，就转到育苗室，教员一条用来种。遐食蜜蜂咩？遐晒早的分人家作业时间设成用的，又做的撇下。今天是立春，所以是一年的农耕的第一天，所以我们选在今天呢，选择这个客家四宝，然后来进行这个繁殖跟培育。那也代表的就是我们其实今年的农耕会从这个客家四宝去做进行跟开始。特别是客家文化基金会讲，会打包客家四宝，同附近的野沙溪、河沟来做联合演艺交流，要希望打包安尼来推广客家中的生态文化特色。客家新闻陈彦霖、陈心怡特别报道。